这块猪如火好旺，油温这个东西我不懂，搞得好像有点没把握，等下再炸一下怎么办？牛肉先，哦，火太大，火太大，这样蛮香的。塞塞五塞五塞五，哦，好吃，真的吗？哎，赵军长，来，有温度的记忆，有点，我遇到劲敌了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